那这调查出来以后，我们就算算看，如果我们在扩增的话，要用哪些大型场馆？那我当然在目前看起来，花博是第优先的，因为花博的交通，你知道，到时候可以用捷运运送，你知道，那空间也扩大。和平篮球馆也是一个考量的，事实上，我们看一看，你知道，从花博的和平篮球馆哦，台北体育馆、小巨蛋，都是适当的地方的哦。不过我们也是一样的，我们会先准备好，但是也不一定就现在去把东西什么都移植啊，桌子、电脑都摆上去，就看到时候中央跟我们讲说他到底哦疫苗要给我们的速度，那我们要做适当的部署，那不然东西摆好了，没有那么多疫苗也是浪费。